OK， 好，嗯，开始上课哈。不要再睡到打呼了，好不好？好。这个呼声都被录进去啊。好，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功率哈 ，power 哈，那 power 定义就是 P 等于 IV 啊，这个单位是瓦，我刚刚讲过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假设呢，我们今天呢，这个电子的移动呢，它主要呢，是这个电位嘛，对不对？可是呢，你在这个电阻中移动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因为它碰撞，刚刚讲的碰撞嘛，那碰撞的时候，它就转换成什么热能啊？所以呢，我们的电位能呢，电功率呢，就因此而这个耗散掉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依照刚刚的公式啊，我们本来知道说 P 等于 IV， 那 V 又等于 IR 啊，当漏写 P 等于 IV。IV， 然后呢 ，V 又等于 IR， 所以把 V 带进去，所以 P 等于 I 平方 R， 或者是等于什么 R 分之 V 平方，好、哦，这个你们高中应该学过了、哦，好，那所以呢，刚刚的公式，刚刚的公式都学过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算很多东西喽，哦，那我们先来看，来算这个东西啦，哈、哦，假设今天呢，有一个这个。这个 space heater 就是这个电暖器啦，大概是1000瓦哈。那它用120伏在运作的话哈，第一个他问就是说，在这个一般情况下呢，我中间有流过多少电流啊？第二个呢，这个假设我们今天这个什么电压不稳哈，跑到110伏了，那请问一下我的电功率的损耗呢，剩下多少？啊、哦，所以这是这个题目呢，哈，其实就很简单哈。第一个，它一般也是一个1000瓦的哈，这个现在天气已经变热了哈，所以就不需要这个什么这个电暖气哈。可是呢，你可以一样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哦，啊、哦，你可以看到家中的比如说吹风机，或者是冷气，或者是随便什么东西哈，除湿机好了哈，就现在应该总比很湿啦哈，每次相对湿度都是90、100的哈。好呢。假设你今天1000瓦是120伏的时候，可以算它的这个里头电阻是多少，对不对？那反过来，如果今天你家里电压不稳呢？电压不稳常会发生嘛，对不对？比如说这个旁边开了一个网咖，对不对？电脑那么多台，电压就不稳了，对不对？从120掉到110的话，那我的功率剩多少？或者有人突然开吹风机，对不对？开吹风机以后电灯就会闪一下嘛，有没有？哦，那种情况下呢，你的这些东西的电功率值它会怎么样？哦，它其实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哦。对于同学们来说，以后你们设计电路的时候，隔离电路是很重要的。哦，隔离电路很重要，为什么呢？别的东西一开起来，电压一跑，你这边就会跟着跑。哦，有时候为什么东西会烧掉？别人只是开个灯，为什么我的电脑就烧了？对不对？为什么？其实就是这个问题要问的。哦，所以。这个很有趣的一个普物的课本的题目啊，其实它都很生活化，它没有告诉你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可是你可以想想看，为什么要设这个题目？啊、哦，这样了解吗？啊、哦，所以以后你们设计那个电路的时候啊，记得要隔离开哈、哦。其实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电路不隔离开啊，这边开个灯，我这边这个就有讯号出现了，对不对？那我们做这个示波器，有做示波器的实验吧？有没有？比如示波器插着，然后不知道谁的手机来，就看到示波器就可以乱跳，对不对？啊，这个讯号隔离很重要啊。如果你用同轴线的话，好，我们算算看了哈。所以第一小题很简单啊，我们知道它的电功率，我们也知道它的电压，所以 I 等于 P 除以 V 嘛，因为 P 等于 IV，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哦 ，P 跟 V 相除1000除120就等于8.33 A。好，所以实际上流过这个电暖器的呢哈，它其实有8.33 A 哈。那你现在又有电流，然后呢？你有电压器，你可以算电阻嘛？或者说你可以反过来算哈，你的电阻可以写成 V 平方除以什么 P， 对不对？因为 P 等于什么 R 分之 V 平方嘛，哦，也都可以。你可以从这边算，也可以从这边算。那你从这边算的话呢 ，V 平方是120伏，原来的这个电功率是1000瓦，所以两个相除呢就等于14.4 Ω 啊。所以这个电暖器里头总电阻是14.4 Ω。好，那今天反过来咯，哈，假设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值了，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的电压是110伏了，那我们就会反算，这样子的话，我的这个电暖器变多少瓦啊、哦？所以一样 ，P
等于这个 R 分之 V 平方。那现在 R 是不会变的嘛，对不对？只是点四欧姆。V 呢，从120伏掉到110伏，所以整个变成110伏的话，就变成840瓦。好、哦，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功率啊，哈、哦，这个功率啊，跟你这个电压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哈。今天你这电压不稳，你功率输出就不稳啊、哦，功率输出不稳就有很多问题的啊、哦，很多问题的。好，现在有问题，有没有？没有哈、哦。好，所以呢，我们下周教这四题哈、哦，这四题哈、哦，都不难啦，好、哦，都不难、哦。这个是简单的题目。好，所以27章很简单哈、哦，28章就有点挑战了哈、哦。28章跟你们的电路学有点关系哈。哦啊，上课前顺便问一下，这个服务教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啊？啊，除了教太快这样，一定每个人都会说教太快，对不对？教太快，教太多，作业太多，这个考试太难，还有什么呢？除了这些之外，不会教太快啊？对不对？可以吗？可以哈，其实不是，你想想看啊，每一颗胶的进度在以前摆起来其实都不快啊，但是把每一颗凑起来之后就东西很多嘛，对不对啊、哦？那有没有太难呢？其实这边的东西对你来说多的就是微积分嘛，对不对？最困难的也就是微积分，对不对？其他的应该概念是有学过啦，或者是向量啊、哦，这是下一个。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问题？有没有讲话听不懂的？我讲话应该没有什么口音吧？台湾国语有没有？没有吧？哈、哦。那有没有什么要改进的？先问一下，已经上了半个学期了，还有半个学期，有没有？有什么建议的？都没有啊？都没有啊？有上的这么好吗？没有吧？你看这么多人在睡觉，对不对？哦好，那我们来看这个28章哈、哦。28章就是我的这个直流电路啦哈、哦、，direct current 这个 circuit 就是所谓直流电路哈、哦。那这个直流电路呢，其实你们这个在电路学，电路学教些什么东西？可以讲一下吗？了解一下电路学。啊？电路学教什么？啊？不知道电路学教什么？教什么东西？啊？怎么好像众说纷纭的感觉？你们是同一班上电路学吗？还是通常变成学长之后才了解什么叫电路学呢？通常是这样，是不是哈？好 ，OK， 很好哈。好，所以我们要第一个要讲的所谓电动势哦 ，EMF 哈，这个 electromotive force 所谓电动势哈。那什么叫做电动势呢？简单来讲啊，哈，这个电动势哈是这样子啊，哈，假设这是一个这个线路哈，这是一个线路。那假设我们在这个假想的这个电路里头呢，我的正电荷呢，哈，正电荷呢会沿着这个回路呢，哈，去做移动，好，去做移动。那它里头呢，这个电动势的来源呢是来自于这个电池哈，然后呢。跟电阻啊，优美还是把它接起来。好，那这样的一个想象的这个电路呢，这样的一个想象的电路呢，它里头为什么电荷会移动？因为我有电池嘛。那电池为什么会让东西移动？因为电池呢，它提供了一个能量，把所谓的正电荷跟负电荷给分开啊、哦，分开，那不让它复合。那电池一降低，还不但分开，还可以把电荷给推出去啊、哦，推出去。那这样的一个来源、哦、它就是 电动势的一个范例、哦、所以电动势，那可能大家常会问一个问题啊，那我电池那个叫 V 啊，为什么你不叫 V 啊，叫做电动势呢、哦？其实电动势是一个统称啊、哦，电动势它的来源可以是电池啊、哦，你也可以是插座嘛，对不对？或是 USB 那个五伏都可以、哦、都可以。那只要能够产生
电子移动的势能啊，产让电子去移动的这个趋势就叫做电动势啊，电动势。好，那一般来说呢，我们在现在来说呢，哈，这个电动势的来源啊，有很多种来源啊，哈，包括化学啊，包括这个热啊，辐射也可以哦，哈，然后机械啊，都可以产生这个电动势啊，所以化学你们最了解的就是电池嘛，啊，这最简单的哈。那热呢，哈，有一种材料叫热电材料啊，这个加热它就会发电啊，那这种材料效率很低，光电。太阳能电池这个总知道了吧，对不对？哦、所以太阳能电池可以这样去变成电动势哦，哈、哦。机械性的啊、哦，机械性，比如说你们转那个这个马达，这叫什么？这个感应电动势有没有？转那个四驱车那个马达啊、哦，都可以，它、哦、都可以产生电啊、哦。好，那所以呢 ，EMF 我们用这个 Epsilon 这个符号来代表了啊、哦。那这个电动势呢，我们就定义成什么呢？WNE3Q 哈，那 W 是什么呢？啊，这个 WN 所做的功啊，那 NE 代表什么意思呢 ？NE 代表的是非静电位的这个能量啊，非静电位能量，也就是说呢，它这个 WNE 呢，它是不管电池里头为什么它正负电能会分开，啊，它只管就是说我这个从正电从这个高电位一直跑到低电位这边所做的功，它不管。什么呢？电子呢？为什么正负电才会分开这个地方？好、哦、，OK， 好，所以呢，电动势的定义就是这个样子。好、哦，所以电动势不一定要来自于电池哦，反正你能够对一个电荷哈、哦、单位电荷 Q 去做 W 的功，这个量值呢就是所谓的电动势一。好、哦、一 ，OK， 好，所以呢，电动势简单物理意义就是说，它就是两端啊、哦，就是电路两端的这个位能差啦啊、哦，简单讲就是这样的，所以它还是跟什么跟 V 有关啊、哦。那所以呢，这样一个电位差呢，其实也可以对应到什么静电场啊、哦，静电场。所以呢，哈、哦，这个 EMF 呢，常常会跟什么呢？跟这些所谓的非静电的这个机制有关啊、哦。所以比如说刚刚讲化学位。啊，化学的方式把这个电荷给分开了，啊、哦、之类的，啊、哦、方法是有关的。好，所以这只是简单一个解释啦，哈、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哦，最简单的电池哈、哦，最简单提供这个非静电位能的这个东西就是铅酸电池啦，哈、哦，这个你们都知道了哈、哦，这个你放一片铅，放一片二氧化铅，然后你放硫酸，对不对？啊、哦，好啦，一半人没有学过化学课，对不对？应该有一半人没看过吧？有没有？都有看过吧？有哈。好，所以这个化学反应是应该很了解的吧？这个 H2SO4 会分开嘛，对不对？然后呢 ，Pb 会跟这个硫酸跟化合，对不对？反应嘛。那 H 会跟这个 O2 就化合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所谓的非静电位能呢，它的来源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加这个等于这个啦，哈、哦，化学式我就不讲了啊、哦。那这个 PbO2 加 H 加硫酸根就会变成硫酸铅加什么加水嘛，哈、哦，最后两边都变成什么硫酸铅了啊、哦。那重点是它放出了两个电子，那两个电子呢所带有的能量就是所谓的非静电位能，啊、哦，非静电位能。那虽然它这个来源是非静电位能，可是它最后呢提供了什么？是你电路里头的电位能嘛，对不对？哦、其实这边要讲就是这个意思而已、哦、好，保证考试不会考这个东西啦，好不好？考试考这个东西我就变成普化课了，对不对？哦、好，所以我们要讲啊，就要讲这个所谓的端电压、哦、那我们一般来说呢，哈、哦。这个电动势啊，包括刚刚的电池啊，它其实会有个问题，它会有所谓内电阻啊 ，internal resistance， 就是所谓的内电阻啊。那为什么会有内电阻呢？因为啊，假设啊，就跟其实大家知道啊，电池没有电的时候啊，它有没有电压？电池没有电的时候，你去量它有个电压差，它其实会有电压差的。哦、但只是它电子动不了而已、哦、好，那跟这个意思也是类似的、啊、就是你这假设有一个这个材料，它有一个电这个电动势，比如刚刚的铅酸电池、哦、
那刚刚的铅电池呢，其实内部是有内电阻的啊，所以当我电流流过这个内电阻的时候啊，其实我的这个电压啊会下降，好，会下降。也就是说，你一个东西简单讲负载的时候，你的电压其实输出没有这么多。没有负载的时候，你量起来，好像电压就这么高啊。可是有负载跟没有负载完全是两码子事情。哦，这是为什么？你看人家讲电压的时候，台电会讲负载电压，就是你有接东西的。如果你没有负载呢，你去量，它可能电位是对的，哦，电位是对的，哦，所以你量电池电位看到它有没有电，其实是有问题的，哦，好，所以我们就来看啦，哈，哦。好，假设今天这是一个真实的电池哦，包括刚刚铅酸电池，它里头有一个电动式哦，一种。那其实内部呢，你要把它假想成就是它串了一个电阻，那这电阻我们称之为内电阻啊，哦。所以 A 跟 B 两端的电位差啊，哦，A 跟 B 两，假设你没有负载的话，啊，哦，你量到的是什么？你量到的是电池的，为什么？毕竟这个还是个导体啊，对不对？你没有负载就没有电流流过，那你量的时候电位差就是什么？就是电池的差啊。哦，可是呢，你真的有负载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哎，这边的电位呢就怎么样掉下去了，哦，就掉下去了。所以这张图过头了，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A 跟 B 之间的电位差就是 VB 减 VA。其实呢，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应该是怎么样？你的电动是 Epsilon 减掉流过这边的电压差。那这边电压差怎么算？你知道它的电阻是 R。那你知道流过它的电流是 I， 所以呢，我的 VBA 呢，其实变成一重减掉 IR， 哦，一重减 IR。那如果说今天没有电流的话呢，哦，或者是 R 为零的话呢，我的 VBA 就等于一重，哦，所以没有负载的情况下，你这两端，哦，没有负载，你不考虑内电阻的话，你的电压差就等于你的电动势。假设今天有负载的话，你量到的呢就要一重减掉 IR， 哦，就少了一点点的电压。好，到这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哦。好，那，啊，这个概念很重要哈，哦，虽然很简单，但是很重要。可是通常大家都会忽略，哦，就是永远会觉得电池的电就是这么多，哦，但是未来你在设计电路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的啦，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好，那接下来这个学过了吧？赫希勒布定律，在电路学中有学过吧？有吧？哈，需要讲吗？不需要哈，真的哈，大家都很行的，对不对？可以吗？啊，还讲一下好了，对不对？哈，那什么是赫希勒布定律？它有两个规则是什么？两个定律是什么？啊？电什么？什么？好像没有学得很清楚，是不是？好，那我们再讲一遍好了啦，好不好？再讲一遍啊，哦。那赫希勒布定律呢？讲些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哈，哦，就是我们假设任何的电路啦，哈，哦，任何一个电路哈，哦，我们。重点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每一个看每一个节点，一个是看整个回路。哦，那它的原则是什么？你的电能要守恒，还有呢，你的电压在整个回路走完一圈之后要回到零，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吧，对不对？你的电压也要守恒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它就是能量守恒跟质量守恒的，电荷守恒的两个概念而已。哦，赫希勒布定律它最重要就告诉你这两件事情，能量守恒，电荷守恒，哦，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就是害你们电路学考很烂的这个人，对不对？哦，好好记住他的样子，好不好？哦，不要回去设飞镖，只要记住就好了啦，对不对？啊，哦，冤有头债有主，不要找我啊，找他，好不好？哦，好，那所以哈，哦，所以呢哈。哦，我们在讲一个电路的时候，一定有一个问题，就是电路一定有很多分支哈 ，branch 就是所谓分支啊，哦。那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哈，哦，你们考试的时候，这个线都接了几十条，对不对？是吧？那你们去猜那个电路有没有？有印象吗？线接了很多条，然后有些规则可以猜电路嘛，猜猜猜猜猜，就变成一个简化电路嘛，有没有？
这是 cost down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以后你们去给冠老板聘的时候啦，啊，做这么多条线就是要原料啊，要拆拆拆拆到就是整个对不对 ？cost down 它只等于一个店主就好了，对不对啊？所以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啊，当然我们顾客不教你怎么做这些电路啊，我们只告诉你说解电路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科西嘉不定律啊。那基本上你们所用到的所有规则都是由这个定律衍生出来的啊，什么模型啦、啊、哈，西格玛 model 啊、派 model 啊，什么奇奇怪怪 model， 全部都是这样衍生出来的啊。好，所以第一个叫做科西嘉不接点定律，两个啦哈。科西嘉不接点定律是什么呢？它的 join 路呢，啊，将军路呢，哈，不好意思，将军路呢。就是 sigma i 等于零啊，什么叫 sigma i 等于零啊？就是说你流经流入啊，这个 entering 啊，流入或是流出 leaving 啊，这个 junction 啊，这接点的总电荷呢，总电流呢，它的代数可能要等于零啊，所以呢，刚刚有电话是不是？哦，没有了啊。好，所以呢，流进、流出或流入这个接点的总电荷数等于零。比如说 ，I 1进来 ，I 2出去，对不对 ？I 1 I 2进来 ，I 3 I 4出去的话，我总流进去跟你总流出来的电荷呢，电流呢，一定要是零啊，加起来一定等于零啊。那你电荷呢？你这个符号呢，就是我们一般怎么定义呢？进入的符号跟出来的符号是相反的啊。你可以定义进来都是正，出去都是负，你也可以定义进来都是负，出来都是正，可以啦，但是两个一定要是负号，相反的符号，好，相反的符号。那谁正谁负呢？通常由你的电路的样子来做定义啦。一般来说进都是正啦，出就是负啦，啊。那有时候是比较复杂，等一下我们就算一题很复杂的电路，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谁正谁负哈。好，所以呢 ，I 1加 I 2减 I 3减 I 4等于零啊，所以 I 1 I 2 I 3 I 4当然这是 I 1到 I 4呢，全部都是大于零的啊，所以 I 1加 I 2减掉出去 I 3跟 I 4等于零啊，这是第一个啊，接点定律。OK， 好，所以接点定律它其实告诉你就是我的什么电荷守恒啊，原则就是电荷守恒，这是第一个。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哦，好，那我们来讲啊哈，就是说，假设我们这个电路啊哈，这个电路里头啊，它的内电阻是 R 哈，然后呢，它是彼此间是串联的啊，所以呢，串联起来我的总这个电阻是大 R 的话啊，那我的这个电荷啊，一定要走过所有的这个什么，所有的这个电阻嘛，对不对啊？那在我先把图叫出来。当我这个电荷呢走过所有的这个点的时候，虽然我是这样串联，但我电荷走过所有点的时候，我一定会有电压的这个改变啊。所以我们来看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 A 点，对不对啊？那我经过这个电池电动室的时候呢，我的这个电压就上升了啊。那在里头内部串联嘛，所以这头没有电阻，所以它的电位是一样的啊。那经过内电阻之后就消耗掉了。然后呢，我到外面去，实际上真的输出的只有这么多。那最后经过这个电阻呢，我的这个电位就下来了。哦，所以这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情？你看，一开始是零，回到最后也是零，所以我的这个电位从 A 到 F 啊，但 F 是跟 A 串在一起啦。哦，所以从 A 到 F， 它两边不应该要有什么电位差嘛，对不对？哦，或者说 A 到 F， 因为这样走一圈之后，我的电位差要等于。啊，所以这告诉一件什么事情？科西嘉不接点的定律，我的总电位啊，总电位的总和全部加起来等于零，就整个回路完整的走完，从头走到尾就是零啊，就是零。所以这个科西嘉不管是电流走进接点，或是走完整个回路，都是零啊，他就告诉你这件事情啊，告诉你这件事情。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哈，所以这个走完都是零的话哈，那就来算题目喽，对不对？就这两原则就够啦，哦，对吧？电路学科学无定律是讲这两个吧，接点定律跟回路定律。
接点定律进入跟进出接点的电总电流等于零。第二个，走完整个回路，它的整个电位差等于零啊。好，那啊，先还没有算啊，还有一点东西还没有讲到，什么叫串联跟并联啊？那串联跟并联的话，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图啦哈，来算哈，以前有人说电阻的串联就加嘛哈，然后并联就导数加嘛，为什么呢？有没有学过？没有哈，我们来算算看啊哈。好，来，我们假设说是串联的话哈，是一个可能群所谓串联哈。哎，这个英文字知道吧？这串联的意思。Pair 啊是并联，知道吗？可以啦哈。你们电路学考中文考英文？英文是哈，确定英文哈，不是拉丁文或日文，不是吧哈？好，好，那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电流一定要通过两个电阻嘛，对不对？它电流不会莫名其妙消失啊，哦，所以呢，这个电场呢，在这两个之间呢，它当然是相等的啦，哦，那我的电位差呢，哈，在这两边哦，两侧的电位差呢，会怎么算呢？第一个，我电压这边叫做 V1， 这边叫做 V2， 所以我的总电压差是 V1 加 V2 嘛，这没有问题啊，哦。那电流呢？电流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 I 是一样的，可是我 R 是不一样的，是 R1 加 R2 啊，哦。所以依照这样比较起来的话，我们这样算出来的等效电荷叫做 REQ 的话，那因此我告诉你什么？我们把 I 消掉，哦，对，把 I 消掉。所以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说，假设串联的话，我的等效电阻是相加，哦，这证明很简单，哦，跟当时算电容一样，哦，那所以呢，我们有很多个的话，就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哦，加下去，哦，不断加下去，哦，这个应该很简单了，哈，哦。好，所以呢，等效电路呢，简单讲是各自电阻的什么呢？代数和，哦，就是所谓这个电阻串联啊，哦。好，那电阻的并联呢？并联怎么证？并联很简单啊，哈，哦。并联就是这样子啊，电流进 I 的电流进来之后呢，电流分两端，这边是 R1， 这边是 R2， 那这是 I1 加 I2 啊，哦。好，那这就要分两个部分来讲啊，哈，哦。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今天要量测的是 A 点跟 B 点啊，哦，A 点跟 B 点。那所以呢，我的电流进来之后，对不对？一开始进来是 I， 它往上分是 I2， 往下分是哎，往上是 I1， 往下是 I2。所以呢，我的 I 哦进来是正嘛，对不对？变成 I2 是离开嘛，哦，所以对 A 点来说是 I 减 I1 减 I2 等于零，哦，或者是 I 等 I1 加 I2， 哦。那，啊，当然这里有写这个好像有点可笑，对不对？大家知道一定是 I 减 I1 加 I2 嘛，哦。不过我们如果依照这个写的准则，就是这样去做，哦。简单电路这么做很可笑啊，复杂电路这么做就很重要，不然你会列式列到死哈，哦。好，那我们就知道了哈，哦，我这个 I 哈，哦，会等于什么呢 ？I1 其实等于什么 ？I1 其实是什么？